喂，是中央政法委的魏主任吗？哪里？啊，我还是那个国家安全部啊。那我刚才我们跟那个张主任那个通了那个电话，他那边老是占线，所以我们还得找您。那个找我，我不管办公室，我现在不在办公室工作了。啊，那就是那个这样，就是你们要开封信打电话来是不行的。嗯，你们要开封信来，好吧？开封信，你们到单位有什么谈要谈的，到他们办公室来谈。也行，那个其实我们就想知道这个一个那个范围就行了。那范围你肯定要来啊！你们这电话打呢，谁知道你们是哪儿的？你而且都是普通机，没有红机打。你要红机打的话，你用你们值班室红机打也可以。您的红机是多少啊？啊？您的红机是多少？我这红机，你现在关键我不管分管这事情，你找我。我给你介绍人就可以。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什么，主要就是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这个主要就那个是我们想了解一下。这个事情已经很早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判断啊。啊。这个事儿，关于你刚才说这个件事情，这很早了。嗯。现在来的一些人都不了解。第二呢，这个人呢，肯定不是我们的人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咱们单位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人。这是个基本的概念，就是这要缩小范围怎么个弄法，那么你可能就要到单位来查一下原底子，现在谁说也说不清楚。就是这个活体摘除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的事情是很早的事情了吗？对对对，很早事。